世间行，甲感情放一边。同情无同情，嘛是自己的前提。会藏在目睭内的悲哀，真正深，想要讲三两句，卡像人。人讲这款人，这世人的命，亲像一阵风吹，你哪知？不知要用倒位飞。我讲这款人，这世人的爱比人什么较多，无人买，就藏在心。是男性女性朋友拢交陪，无论是真心假爱，当作烧酒杯，唔通来问我过去，我会讲几杯，目屎流甘在天色白。人讲这款人，这世人的命，亲像一只风吹。不知要用倒位飞。我讲这款人，这世人的爱比人什么较多，无人买，就藏在心肝底。谢谢吉邦奈，我们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好，吉邦奈老师好。就是听你唱歌啊，会有一种哇，就是有一种很专业的、很精致的美感。谢谢谢谢。啊，这个美感就是不是只有外形哦，还有体态哦，还有灵魂哦，谢谢，然后甚至就是一个态度啊。就是我觉得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就是有让我感觉到一个专业歌手要把一个人生很复杂的一个很绚烂，但是有很多感触的一个画面哦呈现出来，很完美。谢谢谢谢谢谢。我们请亮哥为我们做讲评。好哇，阿奈老师好，再次能够欣赏你的歌声，谢谢，非常开心。我觉得其实你在。当 第最后一个这个魔王哦，对品彦来讲是一个很刚刚好、很完美的安排。因为其实我发现你们两个声音是有点像的，就是你也很美声，他也很美声，有一部分的频率是接近的。那而且同时又选了我们二姐的歌。那但是你们不同的是说，你碰到不一样的歌，你会有不同的表情跑出来。啊，一样是用美声的唱法，你这个感情更紧逼，你又加了一点点的味道进来，加了一点点的历练进来。那所以这首歌我听你的诠释的这个版本，我其实非常的享受。谢谢谢谢，谢谢你来，好，谢谢谢谢老师，让我们品彦有这么大的压力。